Hello， 小红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我呢最近在横店拍戏，每天和剧组同事朋友们在一起，平常会想要身上带点淡淡的香味。我的秘密武器就是当当当当，哎，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哈，当妮留香珠。在生活和工作中选对一款适合自己、高级自然又恰到好处的香味真的很重要，所以我给大家推荐它。这次当妮重磅升级。我自己呢很喜欢新升级的自由之森和蓝调海洋这两款，它们的香味都淡淡的，有点与众不同，也都是大牌同源调香师调制的，配合三重锁香技术，让香味在衣服上缓慢释放，衣服穿出门一整天都还是香香的。这个闻起来就像走在清幽的原始森林里，平静又美好。而这个呢，闻起来就像是走在夏日的海边，吹着海风，感觉情绪都被平复了，挤一挤瓶身就能闻到不同的香味，每天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香型，每次用起来呢也很方便。带上洗衣机，就可以拥有自然淡香的衣服了。大家猜猜我今天会用什么香型来洗衣服呢？